有时候想来可以再聊。9月22号，新竹站刚刚4点，9点17分。刚刚新竹站换速通过，转左。10次车的话，在交通银行南港的5元码自行车往西部桥右直直站。101，接下来102。7/13次哦，6家发车就用6家线开往新竹的外线原则。
准备上路，要加速加速，真的是疯狂扑油嘛 ！V 九十车用700下滑，全车 M 八哦。700下滑，全都刚刚交了。